干什么呀？你说干什么呀？这妮妮走，这我该怎么办呀？我本来行动就不方便，那我以后怎么生活呀？你爱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，关我什么事啊？现在我爸都不在了，你看这个破家，我在这待着干什么呀？儿子，不管怎么样，这是生你的地方，你不能走呀！你要走了，妈怎么活呀？你能不能在这附近找个活干干，这样也方便照顾我。在附近找个活干，这附近能干什么活呀？一个月能挣几个钱呀？咱们家都穷成什么样子了，还让我照顾你？我要去大城市，我要去挣大钱。儿子，妈知道，都是我考不好，没本事，没有给你更好的生活。可是，你放心，这以后咱们日子会慢慢好起来的。好个屁！我告诉你吧，我已经决定了。从今往后，我就去大城市闯荡。我这个破家，我再也不回来了。你看穷成什么样了？儿子，就算妈求你了，你不要走好不好？求我也没用，怪你自己，别闹我。走了。我该怎么办呀？我给他打电话，让他回来看看你。奶奶，还是别打了。就算你打了，他也不用回来的。行了，婶，你就别说了。这电话打了之后才知道啊，万一他愿意回来呢？喂，金宝哥。喂，咋了？对，是我。你给我打电话干什么呀？金宝哥，你看你都走了好几年了，我婶特别想你，能不能回来看看他呀？你这人怎么能这样？你知不知道婶有多想你？刚才他都去村口等你去了，结果一下晕倒了。婶儿说晕倒了。
是啊，你赶紧回来看看他吧。这几年婶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。那行，这过几天我就回去啊。行。婶儿，我听老哥说了，他过几天就回来看你。真的还来了？真的。行了，婶，你就别难过了。要不我给你做点吃的去吧。好，谢谢你兰兰。谢什么呀？你在这歇一会儿。出去几年了，这个破家还是这样，看见就烦。哟，老婆子。儿子，你可回来了，儿子，你快让妈看看。你看什么看呀？啊，这男的前两天给我打电话，不是说你快不行了吗？我刚才还以为你死了呢，你这怎么好好的呀？我说儿子。你怎么能咒妈死呢？妈就是太想你了。妈，你想我，想我什么呀？我在外面吃得好，住得好，过得也好。你让我回来干什么呀？你别拖累我就行了。儿子，人家都说这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，这你几年都没回来了，妈怎么能放心呀？妈，你这不是骗我吗？啊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我这次回来可是起了七天的丧假，结果你现在好好的。啊，难道你以为妈死了你才回来的？对呀，要不然呢？你以为我是想你才回来的啊？结果现在回来你这不是好好的吗？你到底死不死啊？行了，儿子，你别说了，我还是明白了，你是恨不得妈现在就死。对，你死了我倒清静了。你看这个破家啊，能干什么呀？我要是在这个破家待着，我一辈子也娶不上媳妇儿。现在我在外面，我能挣大钱。儿子，你现在是长大了，有出息，可是你可别忘了，你是从这个家长大的，没有这个破家哪有你的今天呀。这俗话说，子不嫌母丑，狗不嫌家贫，我真没想到现在你有出息了，开始嫌弃这个家，开始嫌弃我了。妈就问你，你小的时候你怎么不嫌弃妈呀？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你生病，妈大半夜带着你去医院，那个时候你知道我有多难，我有多苦吗？难道这些你都忘了呀？当初你生病特别严重，花了不少钱呢，我想尽一切办法把你的病给看好。你不知道这有多少邻居都来过来劝我呀，劝我让你给丢了，可是我舍不得呀，你是我的孩子，我为了养你，这你爸的亲生嫂，我一辈子都没改嫁。你知不知道这一个女人家带着一个孩子有多么的苦呀？我为了你吃了那么多苦，受了那么多罪，你不但不体谅我，而且还嫌弃我，你知道妈有多难过吗？我现在也想通了，儿子，你要是不愿意回这个家，你就走吧。就当我没生过这个儿子，也没养过这个儿子，你走吧。妈，你别说了，我知道错了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说那样的话，都是儿子的错。妈，对不起，我给你跪下。儿子，妈，你这是干嘛呀？你快起来。妈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只想着赚自己过好，我嫌弃这个家，却忘了你对我的付出。妈，对不起。儿子，你别说了，你是妈的孩子，只要你能过得好，无论你对妈什么样，妈都不怪你。妈，是儿子不孝，你放心，儿子以后在家里陪着你，给你养老送终。我以后听你的，在家里找个工作，好好孝敬你。行，儿子，
咱们娘俩呀，再也不分开了。好，妈，你不是身体不舒服吗？今天我回来了，我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，咱们走吧。